妈呀，你怎么天天吃这个荞麦饼呢？这是我吃的，都被你吃完了，接不上了都。我不吃饼是什么？没东西给我吃。你是不是也想？好香啊！香啊！弟弟，给妈妈倒点水呀。你怎么这么态度？她是你妈？还是我这个饼适合我。说我，